完全无视的感觉，仿佛是坠入黑暗一样无力。可是表面的光辉只是一种假象，内心的自信才是最闪耀的光。朋友们所给予的不仅仅是赞美，还有支持，获得相信自己的力量。这算什么花仙精灵王？除了失败还是失败，气死我了！可爱的小公主，生气会不漂亮哦。嗯，谁？哟呵，还是交给我吧。你有什么办法？那个爱心小少女宁愿牺牲自己，也要把唯一离开的机会让给她最好的朋友。要加油啊，安安。千寒，你怎么了？安安。我想大概我只能留在这里了，这片梅花林里的小路大概是要有人站在它上面。你在说什么？去吧安安。千寒，闭上。这种纯真爱心真是让人感动呢。哼，做作鬼，我可不想听你夸他们。别着急，可爱的小公主，爱的力量就像无相之风，无形之水，虽然可以令百花绽放，万物生长，却也可以摧折万物，覆灭大地。爱，对，爱是最伤人的武器。呀呵，公主猪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哟呵！我在这里啦！小心啊，安安！你怎么爬在树上？好危险啊！没关系的啦，千寒跟我一起出去玩吧。我可是我钢琴还没练完，安安是特地来看我的吗？想你了。我跟爸爸来的。你爸爸？爸爸。我在这里。安安，你太调皮了，快下来。原来你爸爸就是夏木教授。我总听爷爷说他是花岗市最了不起的植物学家。我爸爸最棒了。千寒，那我下次再来找你玩。再见了。真好呢，每次见到你都好开心啊，夏安安。那是我的第一个朋友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走开了，坏狗狗！千寒，别怕哦，有我在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是我自己做的哦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别人亲手做的礼物，我太高兴了。嘿嘿，那千寒你要一直带着它哦，这样它就会代表我一直在你身边啦。哎，这上面有字母。哦 ，ANN 夏安安就是我 ，HAN 千寒就是你，恒星代表要一辈子做好朋友的意思哦。嗯，我要和安安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有不懂的题我可以教你啊，千寒你最好了，我最爱你了。我也最喜欢安安了。来、小懒猫休息一下吧。哇，是我最爱喝的草莓汁。谢谢夏木教授。我应该谢谢你啊，千寒，我们家的假小子给你添麻烦了。才没有，爸爸好讨厌我哪里假小子。还说不是，你看看千寒多淑女。之后真的很羡慕安安呢，虽然他只有爸爸，可我的爸爸妈妈却因为工作常年在外，陪伴我的只有爷爷。从小就被教导要爱所有人，对每个人温柔有礼，但小时候的我觉得这样的爱好虚无缥缈，可安安的爱却那么真实温暖，那是一种满满的付出行动，能在每一次勇敢地挺身而出，每一个大力的拥抱里触摸得到。他的爱给人力量，如果我也能像他一样。怎么了，安安？太难了，做不出来哦。一个下午你说了好几遍这句话了。小爱你会习惯的。不过小爱好厉害，虽然那么小，功课却很好。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小孩子，好赖皮哦。安安，你今天已经求助第三次了呢，那你一共才做了几道？你把这个公式套进去，然后按照步骤来，就算出来了。哇，千寒好棒！来，奖励千寒一口蛋糕。接得好！千寒简直就像安安的守护精灵。如果没有千寒，安安估计会状况百出。上次也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。自动请缨去给大家买水，却发现钱包没带。有时候吃东西都会噎到。哪有那么夸张啦。没事吧。好了，我承认如果没有千寒，那我的人生简直就是一片黑呀，不能想象。千寒。安安，如果我的身边少了你，人生才是真的一片黑暗。你是我最珍惜的朋友，是我心里最珍贵的爱。怎么会？
这不是你真正的心愿吗？什么？你想成为夏安安？精灵王，明明你更优秀才对。哦，如果没有你，夏安安他什么也做不了。不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爱心花仙魔法使者变身，花朵的精灵们啊，赐予我温暖和爱意，将心意传递，魔法凝结，000000爱之心。融化冰晶，温暖生灵，唤醒一切美好生命。哎，000000暗之剑，刺破爱心，冰封生灵，承受吧，一切美好生命。永不变，一直到梦中人寻找到小心愿。